寻龙分金看着山我的一重禅是一重关关门如有八重你要抵抗我嗯怎么抵抗我拿着门我爱你上的心姐姐正在洗头，偷偷放一撮假发。三、二、一，鱼儿上钩了。姐姐，不能动！姐姐，不能动！我不能动！这个头啊！哎，别哭，正好我认识个大夫，专门治脱发。我要不带你看看吧？快去拿呀！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怎么了？病吧，自己通上怎么给我这是怎么说话呢？孙大夫爸爸爷爷三十岁就出，他自己四十岁才出，这难道不是医学奇迹吗？真是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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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你平时得多笑，才能净化心灵，消除体内元气。这样吧，你先保证每天笑够5个小时，应该能缓解一下。啊，专业级，你就是一笑不行的。你也有点秃秃的症状。这阿姨不吃小孩吧？小时，不行，你可别笑了，你可别笑了，假发是我放的，孙大夫也是我朋友，我蒙你脸了。这三个地方大的女人不能要：一、脾气大的女人，再好的感情也架不住天天吵架呀；二、玩心大的女人，玩心大的女人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就更别说照顾家庭了；三、虚荣心大的女人，虚荣心大的女人你是怎么样都满足不了她的，除非你有足够雄厚的实力，否则这样的女人怎么会老老实实的待在你身边呢？学会了记得点个心收藏，下个视频接着教你。ごめんなさい。優しいだけでは女はやっていけないの。快艾特你的土兄弟来看吧。告别了昨日的爱情，也许当初不再用情，如今不会再有。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永远的一半，我在
懂了，你们喜欢看这个。未曾谋面的也终将会相遇，一定会相遇的，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你是小王吧？是小王，没有吧。好，那我们就直奔主题。你有房有车吗？都有啊。那你家有 WiFi 吗？嗯，有啊。WiFi 信号好不好？我跟你说，我家每个房间信号都满格。滚！哎，不是，我家有五个 WiFi。五个 WiFi 呀、啊？嗯，有四个是坏的。哎呦我的妈！这种怎能看得见？为什么对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忍？哎，小妹儿，咋了，姐夫？你帮我洗个澡呗。啊啊啊！什么呀？你帮我洗个澡？不好吧，姐夫？这有什么好不好的？你就简单洗一下就行了。行吧，走吧。那你去吧。自己洗去。你让小妹儿给你洗啥？不是媳妇儿，澡，大红澡。